第二名。一对双胞胎。一对双胞胎。这长很像哎。爱你怎么？那是二代名人兼女神。我想把脸遮住，你很漂亮，不要遮住脸。我们刚刚问到了，有一半以上都是说。我没资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惠，我是泰拉，我们今天来到那我们今天一样呢，就在学校寻找校花校草，只能一次 ，Let's go， go go。新竹县立东泰高中以勤恳笃实为校训，校内课程多元，学生各科表现优异，五育均衡发展。体育表现上面，篮球队战绩辉煌，年年打出佳绩。这所科更是台湾电竞人才培育的重点学校。今天下课十分钟，就带动了走出校花校草一起过人吧 ，Go！ 那个同学，你们现在在这里干嘛？在休息，在聊天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你们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是？不要采访我，同学，我回来了，我可以再笑一下。我觉得那个美二的那个罗雅慧，罗雅慧，我们可以去找她，她身超正的，你去看她快点。OK， 好。教官好。会吗？他是教官吗？我们是学生体。学生？为什么你们的制服跟人家不一样？我们是东泰第一届的国防专班。国防专班是很多学校都有还是？我们是北部第一所。北部第一所？那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就是校花校草还是风云人物之类的？有个跆拳道的林少文，他全国第二名。全国第二名？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他？跟我们来。刚刚听说你是全国第二的选手是吗？对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林少文。那个叫什么带？我现在是黑带两段。那你现在可以示范一下吗？示范一下吗？穿这个裤子有没有办法？你拿下全国第二的那个必杀技。对啊，必杀技要喊哦，要喊。炸，然后踢。炸。炸。预备，你先。阿楚。炸。哎，我想问一问你，是因为裤子太紧，所以踢不高？平常是可以再踢更高的。那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瘦瘦高高的。高高瘦瘦的。我没有瘦。有。我没有瘦。你哪知道？就对着他问。阿成。这是什么？手心。这是什么？手背。这是什么？手。是吗？有没有其他就是你觉得跟泰拉一样很漂亮的女生？有啊，在观光科。观光科对谁呀？戴子荣。那你可以带我们找她吗？好，好，走 ，Let's go。走。哇，抓到了！在偷懒吗？没有，在休息一下喝水。你好，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嗨，我是观光一甲的戴子荣。戴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找你吗？为什么？就是他，你认识这位学长吗？知道。那你觉得这个学长长得怎么样？长得很可爱啊。很可爱，是你的菜吗？不是。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兴趣啊，或是你的科系之类的？我们的科系是有跟医疗结合。医疗结合。对，因为人家推荐你嘛，那我们想知道一下，你有没有被推荐的？你想要推荐的人是谁？有可爱类型的女生。可爱类型。然后又有一点害羞这样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？在舞蹈教室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刘心姿。你好，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我叫心姿。心姿，对，你是几年级啊？一年级。一年级。找一下推荐他的理由，因为他会跳舞，又很喜欢唱歌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一个人，那个白雪公主。很多人说，很多学姐，很多学姐。那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？我就是啊，我就是二代，所以你也很喜欢白雪公主。那二代名人兼女神哦，不是，你会模仿她吗？对啊，你可以模仿她的，她不会抱枕。阿田，他刚刚不是说不会吗？他刚刚怎么傻眼？他直接大傻眼，傻眼。不是你推荐的吗？你在傻眼什么？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有啊，哦，很大方耶。那你男朋友是哪一
我觉得他也蛮尴尬。他也蛮尴尬。你刚刚说想要跟泰拉一起表演。哦，我有肢体障碍。听说开始推脱。有肢体障碍的人不会小跳步。就是这种。说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这样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场恋曲养一身伤。别讲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哦，很厉害的，有反差。你们科还有没有就是你觉得也很强的人，或是你觉得跳舞帅或很帅？一对双胞胎，一对双胞胎，双学长，几年级啊？三年级。那他们的名字是张嘉玉跟张嘉康。那他们是跳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海带。这个海带，海带啊！是那个咚咚咚的那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直接问他们。哦，刚好起来是不是？哎，这长很像哎。同学，访问一下好父。好啊，我是叫嘉康，我是哥哥。我嘉玉，我是弟弟。刚刚他说，你们一个比较个性比较淡定，一个比较搞怪。哪一个是淡定，哪一个是搞怪？猜一下。你这样问就是你啦，对不对？你是搞怪的那个吧？是的。听说你们两个也是跳舞的，我们各喜欢都不同，我特别喜欢唱，特别喜欢跳。哦，那跳的话是跳什么 ？Breaking。那你们觉得双胞胎的优点跟缺点分别？你们自己觉得？优点哦，以后驾照一张就够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怎么样都一个有一个人在陪，这样是两个人一起。但因为我之前有听说，有一些双胞胎就很不喜欢有人跟他一样，所以你们两个会很不喜欢。我们也是，小时候真的很讨厌这样子，因为家里人都帮我们买一样这样。那你们两个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样？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喜欢的类型是？起码要会跳舞。哥，对啊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会唱歌的，真的就是会唱，而且真的要很好听的。如果你们遇到一个女生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那怎么办？有一些，所以外形没有什么要求。外形还是有，我理想型是高。姐姐型还是妹妹型？姐姐型。姐姐型比较成熟一点的。对。也是姐姐型。然后你也是姐姐型。我发现好像就是在高中以下这个年。都喜欢比较喜欢姐姐。对。你们现在有女朋友吗？这个有了，有。你也有吗？有。哎，那你们女朋友认得出来你是谁？刚开始的时候都认不出来。他今天你找嘉康，宝贝你在干嘛？然后他就傻眼，我是他弟。让你们直接唱跳舞哎，让我们观众知道说就是你们两个的差别。对。对啊。OK。你可以笑我唱不好听，不会。爱你怎么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难了，情难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有点紧张。哎，鼓掌，挺好听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姐姐准备跳舞。可以侧面吗？因为我裤子破洞。他姓罗，刚也有，也刚刚也有人有提到，我们去找看看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，那就找干内裤那个应该。看，哎，我觉得这长得蛮漂亮的。这个是你们国军班的吗？他是我们美容科的学姐。美容科的学姐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赵子怡。赵子怡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去找一下。对，我觉得找一下。这个真的蛮正。OK。我们刚刚听说子琳在学校的 SPA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 SPA 的外面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看一下。子琳是，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哎，有感觉。那我们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Hello， 可以请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？Hello， 我是赵子琳。
动。我想把脸遮住，你很漂亮，不要遮住脸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羞。你是什么科系啊？我们刚刚就是在那个海报上面有看到的，对，你穿军装，军装，对。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，这女生好漂亮，很漂亮，对，对啊。那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来这边？你说要读美容科，对，对啊、兴趣、啊。那你可以带我们这样参观一下吗？就这觉得很酷。对啊，因为像你这么漂亮，你有没有遇到过？就是你有没有遇到很多追求者？有，他有。那你有遇过怎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追求者吗？嗯、其实都一般。都一般，反正没有做什么比较奇怪的事，或是没有。那你有男朋友了吗？好，有了，有了。是学校里的吗？还是没有？学校。学校的。那不然你推荐一下你们学校你觉得也很漂亮的人，或是很帅的男生。女生是谁？罗雅慧。哦，我们今天已经听到第三次，大家都在说，对啊。那你为什么推荐？她就是最漂亮的。哦，真的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找雅慧 ，Go。Hello， 同学你好，就是我们刚有听到很多人推荐你们学校校花是罗雅慧，是在你们这个班吗？她在里面吗？那你可以麻烦招出来一下吗？请她出来一下，偷看一下。你好，因为我们刚就是问了学校里面，就是他们觉得的校花校花，我们刚问到了有一半以上都是说。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泰高中美容二甲罗雅慧。除了美容化妆之外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才艺之类的？我会唱歌。可以 Q 你吗？唱一段乐。可以可以。我没资格让你为我心疼，把你留在我身边。给你任何快乐哦，我觉得他算是非常大方的女生，啊、因为就是他完全就是没有在那边吼啊吼啊，不要什么之类的，马上就直接唱，很厉害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？喜欢运动型。那个性上，搞笑一点比较好，搞笑一点的，就是要会比较气，适时的有趣这样。他现在看起来很文静，你觉得他平常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那他平常是怎样？蛮大辣辣的，蛮大辣辣的。那平常学校追求者多吗？多到已经不知道是谁了。哦，那真的是很厉害。追求他的男生大部分都是哪一种类型？好像都是体育馆。体育馆。开放体育馆下面留言，请问这一款是你们的菜吗？开始留言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里，就是喜欢我们的影片的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留言。开启小铃铛。没错， yeah. 那希望大家如果学校有什么能人异士啊、校花、校草想要推荐给我们的，也可以帮我们在底下留言哦。留言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哦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那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。对，谢谢。不可以骗人哦，我知道你有没有做哦。